你敢知影？你知道吗？你可能连 TS808 都不会用 ，Ibanez TS808， 每个人都说很简单，这好用，这简单 ，Everybody knows。Really？ 哎，咱起码来看麦。你看过这个效果器吗？没有看过它，应该也吃过。我们回正球，哎，没有吃过猪肉，看过猪走路。我们颠倒过来，没有弹过它，应该也听过它；没有听过它，大概也看过它。哦，回正球了。来，现在我们来看看说，说这一颗效果器为什么人人称赞啊？如果没有人称赞，那也没有办法。但是我觉得超好听，超万用 ，no brainer， 好不好？无脑用，超好用，无脑上手，没有它不好听的音色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那就来夸完工，到底我们要来怎么分享这个 TS808？ 来 ，Two Screamer 和、哦、Ibanez Pro Overdrive 到底要怎么使用，或是那么简单上手，为什么在你手上听起来不一样？我们现在就来看看，哎，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以下的任何一段，请仔细的看完，我愿意接受你深刻严厉的批评，没有关系。但请各位朋友，尤其是新入门的朋友，正在观望考虑的朋友，正在犹豫效果器要买哪一颗的朋友，请耐心的看完。弹得不好，录得不好，我虚心接受，欢迎留言指教，但我希望你可以认真看完接下来下面这一段的音色分享，希望我自己的所学可以对你造成一点帮助。哎，首先，哎，我们先来用这个 JHS 蓝杰 Morning Glory 蓝色模式搭配它，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？现在就看荧幕中画面中的琐事，咱就来听看麦。现在我们来听看看，TS808 到底有多少用 ？Part One， 我来就把气挂麦，按下录制，啊，这样按下录制。来，首先，哎，还没有开808的声音。接下来我们来听看看红色模式，哎，在没有这个 Treble Boost 的情况，如果不知道什么是 Treble Boost， 我们赶紧再拍一集影片来分享它，这样搭配它到底会长什么样子，咱今麦来跨麦 Marshall Tone， 哎 ，Blues Breaker， 好，今麦来一个 Morning Glory 作为主角，好，咱今个用个蓝色的模式哦，哪些个模式来 Morning Glory 作为主角，按下录制，好，来，来按把 Mute 踩掉。红色模式，接下来咱来看麦讲，好 ，gain 还不够，哎，我们来听看看尖锐跟它搭配会怎么样子呢？哎，咱今麦来看麦讲，哎，这 Fender Blackface Amp 它的这个 Overdrive 的模式跟它搭配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？咱今麦来听看麦。好，新的一轮，尖锐作为主角，按下手机屏幕录制，哦，按下电脑录制。
clean tone。接下来全部弹完一轮之后，我们来看看嘿，跟这个 One Play Effect 的这个按键 Clone Center Timeless Deluxe， 来看看跟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 Login 模式哦，呵，在新的一轮按照手机屏幕录制 One Play One Play Deluxe Clone Center 这个 style 的破音。好，现在试看看它，来一样按下电脑录制，好 Clean Tone， 来等一下哦，好按下电脑录制，好来 Clean Tone。接下来你说啊，这都是效果，你都是破音，那些破音很好听哦，不错，算你是我归生起来开玩笑的。如果你觉得加破音不公平，我们现在看看别的东西。现在我们看看只有 clean tone 跟它的模式，那你们看我们说好歌听起来谁这样看啊？好，那你可以说啊808咧，先按下手机屏幕录制啊，808这音色怎么样？好，现在 clean tone 跟直接只有808来 clean tone。还不够，意犹未尽，我自己意犹未尽，所以我现在来给他加个料。什么加料？我不用 pick 弹，我用手指弹来分享一下，说他到底听起来会什么样的感觉。这一段只有 TS808 就不可练了，一样荧幕录制按下去，电脑录制按下去，来手指弹奏。
我们来介绍分享一下今天的吉他，本日使用吉他，当然主角是他，参数同上哦，参数让他对焦一下，参数就长这个样子。这个阶段我应该放在影片最前面或最后面，反正你就会知道。接下来，吉他哦，还插的线有没有？哦，吉他，这不是什么 R9、R8 什么之类，对，是 R9 1959 but 1959 Les Paul EP Phone 哦，或者是 Apple Phone It's fine OK。这个牌子，哎，这个牌子不是正 Gibson Custom Shop Morphe Lab 1959之类，不是，这是 EP Phone 1959，看起来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顺便打，没有赞助，没有合作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如果你连这个都怕，你其他影片要小心一下，押韵啊、哦。来挂麦，今天的音箱哦，刚现在关 standby， 因为我在拍影片。今天的音箱，这一颗，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。在我频道上面搜寻 Fender Deluxe Reverb， 下面我会放个连结，或是那一群关键字之类的。超级 clean 的音箱，没有 gain， 所以我没办法在里面直接我、哦、这边用 gain 用 master 来压，没有办法，没有中频，没有办法用，比如说音量 gain 或 master 来处理，没有办法，它就是一个超级超级 clean 的音色器，我们是家用，一切。跟大家各位朋友应该是差不多的，我们是家用音量，不是录音室音量，不是工作室音量，所以我相信我调出来的音色，你也应该调出来，所以不用担心，不用紧张，我们一起来弹出你想要的音色，来以我所能尽力发挥，尽量分享，希望各位朋友弹得开心，弹得快乐。好，不知道今天的影片对你来说，有没有帮助，还是拍得怎么样？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？或者你觉得不错的地方，欢迎留言指教，欢迎你的感谢。如果你觉得影片、对你来说有点帮助，帮我按个赞，帮我按订阅留言一下，对我来说会是非常大的帮助。而且看到现在是没有赞助连结、跟任何互惠的方法的商业模式，所以尽可能相信这个内容不够好，我就来改进。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，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，我们继续来前进，继续来加油。我的告，好，拜再会，拜拜。哦，如果你还不相信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还不相信。哈哈，来看一下，现在这个是音箱上的 EQ， 哦，等等的参数的钮，这是 EQ 的钮啊 ，Reverb 开的模式、大小等等的音量，我会转到二跟三之间，因为是夜间，所以我用 Channel Two， 我、会有一些音量上的衰减。如果你不相信，我们改天再慢慢讨论这件事情。相信你，我们跟频道上很多影片，不用客气这样。你们说不将军那边很好听啊，怎么着？那很好，那你试货，棒！他应该会很感谢你哦，原来他超好听这样子。好，简单记录一下，今天出现过的 gain 哦，尖锐的参数 ，Morning Glory 的参数 ，Timeless 的参数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然后 Tooth Groomer 的参数，旁边还有刷子有没有？刚才清洁上面的灰尘。